没事没事，妈，怎么办呢？投资于突然的撤资，咱家后续的资金不够了。妈，你先别着急，爸怎么样了啊？爸问题不大，要不拉克怎么活呀？妈，我来想办法解决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几千万呢？就算你拍戏，也赚不到这么多的钱呢。 妈，我先去看看吧。喂，是我。有个事你去处理一下。洛南，我们家事情解决了。怎么解决的？突然有人投资了我们家的项目，不过投资人叫什么？怎么还有人叫这种名字啊？听名字好中二少年啊！你不知道恩呢？恩是近两年崛起的一个项目投资者。 他所在的恩爱金融投资风格素与文风很不成，但是他很神秘，从来不以正面目示人，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能天才都这么奇怪？不过我得找机会好好感谢一下这位大恩。感谢他还不如感谢我。不感谢你什么？啊？感谢我为你的支持。我今天在你房间里发现也是讲的什么投资的东西，看不太懂。我最近也在研究投资。 是吗？不过，那你可不要变成中二少年啊！什么？又失败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恩为什么要帮贝微微？喂，帮我查一个人。贝微微，凭什么你能轻轻松松得到一切？贝家资金链的问题查清楚了吗？和你猜想的差不多，是江家的江北辰做的，果然没猜错。 当然是学者学成的。他妈的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撞人谁吗？不管你是谁，知道你得罪谁？不知道得罪谁？动员？我警告你，快把我放了！江大公子还不知道吧？你们江家要来了？不可能。 上市集团各大股东突然集体撤资，江氏集团股价下跌。怎么可能？你不过是陆家小儿子而已，哪有那么大能耐？知道他是谁，他是陆南，是你。没错，就是在下。陆南，我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。这次只是警告，如果再对我有什么危险，后果自负。 怎么才回来？淋雨了？啊，我和朋友小聚了一下。那我回去睡了。怎么这些？你快去洗澡吧，别感冒了。 奇怪，是我的心跳声，不会爱上他。王志平，王哥，陈导有透露下部剧女主角的人选吗？不急。 不过最近贝微的演技突飞猛进，就是他。陈导，不过没事儿。陈导那边呢，我去给你说服，只要……王志平，下一部剧的女主角。上次的事儿要是妥了，这女主角的角色，嗯？ 不是剧组聚会吗？其他人呢？啊，他们呀，马上就到。嗯，微微，你该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？这样吧，我给你赔不是。他又想搞什么名堂？那好吧，先干为敬。
这酒加了东西，王哥，下一部剧女主角。哎，放心。哎，嗯，还是你细心。走了。 路南，素来海城酒店。好久配没人啊！这个纯女人危险。微微，猜猜我是谁？这个行，不是微微，路南，其实。 我一直喜欢你，你给我下药。是啊，这样你还能无动于衷吗？微微，微微，小女人来了，你是谁？ 放开我！怎么忍不住了？微微呢？在哪儿？放开我！王志豪的贱人！啊啊啊！啊啊 你敢打我，别走！我看你干的好事儿，哪里不如？我看看，我好难受，好难受。 你干嘛？快看看热搜！没有，这是造谣。昨天的情况是，先干为敬。这加了东西，是血碎。微微，不好了！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明白，今天新闻一出，咱们有六个品牌在跟你合作解约，公司那边正在调解，咱们也得想个办法才是。 我是被冤枉的，不是吧？你认真的？不然呢？你不知道这样做会损失多少吗？无论损失多少，我不能让他平白无故的被冤枉。被你拒绝的女人能从这儿排到法国了，我甚至一度怀疑你是否喜欢女人，照做。听说沈密恩前段时间回国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见。喂，是我，待会儿有个女生要找我，说我不在。 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啊，我是来见恩的。请问是薇薇小姐吗？恩交代了，不见你。啊，不见我？他怎么知道我要见他？哦，好吧，那我下次再来。好。能请回的话，恩就会见你的。你为什么要一直隐藏身份？因为学习未到。 薇薇小姐，请问你们前段时间的转微博和流传的视频是真的吗？恩为什么要为你？请问你和宋先恩是什么关系呢？小心路南，他根本不是表面上的。